两个控肉饭好了。好，两个控。两碗控肉饭。然后，一个炒米粉，一个炒面。好。好。我一个要，我想要瘦一点，然后一个要肥一点。哇，这个控肉、很屌哎、跳一下。一点，再做瘦一点啊。最近生意好不好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有。海选应该会比较好，那个名传大哥。是的，学生都很喜欢来吃，学生都喜欢来吃。要加卤蛋吗？卤蛋不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先进去做，我先帮你送过去。好好好。哇塞，肥一点的，肥一点的，瘦一点的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你炒面要加卤蛋吗？要，我炒面要卤蛋，一份我一份要一份不要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大家这个炒面只要35，千万不要炒红灯，但是入口的时候也不要。哎，真的太厉害！好，谢谢谢谢。老板可以加点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加点什么？我想要点一个汤。哪一个汤？我点一个贡丸汤好了。好，我帮你送过去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贡丸汤，三区的话是有旁边有其他酱料可以用。好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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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75块，满满的肉，这个一定跑的啦。我今天是有带朋友来，我不然我一个人吃不完。来，东西派自嘲，笑称随缘啦。下一开就换 Cindy 吴先如了，他也透露准妈咪心情超紧张。当时当老师啊，对啊，晚上你看他里面那么多作业。下一间喝妈妈小吃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先吃了。老板，我吃饱了，我要买单。好，这样两个控肉饭跟两个炒面，还有一个贡丸汤，这样250。哇塞，很佛心的。谢谢。啊，稍等一下哦。来这边750点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走了。再来哦。好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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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拜拜